对于丰盛而言，这是中国菜的一个特点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中餐可能比欧洲菜这样的标签更丰盛。在美版知乎里，总有一些外国网友奇怪的提问，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话题。一位外国人提问，中国菜很丰盛，是否意味着吃不饱？事实上，关于吃不饱，还有外国人说道，吃中国菜十分钟就饿了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面包。这样让人捧腹的问题，外国人的提问，我们今天先瞧瞧这位外国人的提问。中国菜很丰盛，是否意味着吃不饱？答案可能让外国人尴尬，因为中国菜的丰盛，从烹饪再到食材，以至于饮食观念，都是他们理解不了，而且很多还是外国人值得学习的地方。中国菜很丰盛，是否意味着吃不饱？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。中国菜丰盛的原因有很多种，我们可以站在西餐的角度，看看中国菜有多丰盛，这也是让外国人尴尬的答案之一。丰盛的中国菜